我是 Woman Sense 的记者。你好。我这回来就要告诉你呢。我就算流落街头，我饿死，我也不跟那个木仔道歉，绝不。对不起啦。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罪的。我就是你的黑粉。没不露的剑，我上去了嘞。我恨你不偿命。你是累死。